Hyper Beach， 就是紫色沙滩，世界上唯一的紫色沙滩。从那边进来之后，付车费$12，然后这边走进公园里面，他说那个紫色不是很明显，应该是很小一片，但是它是在1号公路嘛，所以我们已经路过了，我们现在先去看一看 ，Let's go。就1号公路不是只有在海边的 view， 还有很多。在山里面有一些树啊、公园啊这些景色结合起来的。有一些紫色淡淡阳光下闪闪的能看到。